冰箱坏掉已经很久了，不是因为塞太满的关系哦，因为我通常塞完之后两天内就会把它用掉很多了。现在冷冻库没什么东西，就是一些肉。用小冰箱的时候真的超容易乱的，因为没有空间放收纳盒，为了塞进冰箱，有时候东西就是散着塞的。所以呢，就换了新冰箱。有没有超级大的？但是因为前天才刚定位好，所以呢，现在冰箱里面还是蛮乱的。我以前都超羡慕别人有大冰箱。这个是我剥的蒜头，我亲手一颗一颗剥的，这样子要用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，我觉得很厉害吧。这个香菇、高丽菜，按比例放100克的水，里面放5克的盐和5克的糖，泡一个晚上，或是赶的话至少泡半小时到1小时，那鸡肉呢就会变得软嫩。泡隔夜的话可以冰在冰箱。用这小冰箱，我觉得最麻烦的就是很难制冰，因为它这个冷冻库已经很小了。那在制冰的时候，就是要把它平放，不然的话它水就会漏出来。所以呢，我都要找一个位置给这个制冰盒。这个在小冰箱真的很难做到，有时候我只好买便利商店的冰块，是蛮不环保的。如果有厨房纸巾的话，可以铺厨房纸巾在下面。菜会坏掉，其实基本上就是因为有水分的关系，所以能让它越干，那它可以越慢坏掉。那最好是每一片可以把它擦干啦，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更确保它不会那么快坏掉。然后颜色偏白的，它可以放比较久一点。真空罐很重要的是它的细胶条。那它这个就凹下去，就表示已经抽真空了。小冰箱各个分层其实没有什么用，像它帮我分这个蔬果区跟冷藏区是一样的，完全没有特别的用途。还以为小冰箱比较不耗电，其实不会哦。像我这个小冰箱，它的冷冻已经常常在结这种冰，就是有点过度耗电了。我现在换这个大冰箱，感觉很耗电，对不对？算下来，直接在这边算给大家看。它的电费，它没有比较耗电，每年耗电量大概是276度，276度乘以每度电费大约3块钱，所以一年的电费是828块，还不超过1000元。因为它有一级的节能标章。那来看一下我原本的小冰箱的标示，每年耗电量是324度，所以说现在的冰箱呢，真的是科技在进步，这就是我真的很想换大冰箱原因。超级新鲜的手剥蒜仁，那打开之前要先把那个里面的气压空气放回去，新鲜翠绿到不行。当然啦，因为它真空的嘛，可是呢只要有水就容易烂掉，所以呢放进去之前最好是擦干一点。还有这个超容易坏掉的香菇，这是鲜香菇哦，这个不是干燥的香菇。这样呢，基本上煮一餐只要全部丢进去。只想要给大家看我亲手剥的蒜仁，它上面有黑黑，那是剥起来就长这样的，都还超新鲜的。
点点那边掉下去，就是表示里面已经抽真空了，就会变得有点难转了，这样子 OK。